小姐，你醒了，我怎么在这儿啊？你在大少爷的床边守夜的时候睡着了，朱大夫给你诊脉，说是郁结于心，气血两亏，所以给你服了点安神丸，让你好好休息一下。可谁知道你一睡就睡了两天两夜。两天两夜？那顾夜熙他怎么样了？醒了没有？还有没有事？大少爷他说没事儿也没事儿，说有事儿那也不是小事儿。他到底怎么了？他，哎，不行，小姐，我要自己去看看。哎，小姐，这，哎，不行，我得赶紧去找二少爷和卢大夫。顾夜熙，顾夜熙，还好你没事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你是谁？疯疯癫癫的。你怎么了，夫君？你别过来，夫人小心。这个人举止古怪，小心他伤着你。夫君，你听我说，这个是婉儿妹妹，没关系的。婉儿妹妹，我怎么一点印象也没有？